怎么清洗。好，我们先把机器关掉，关掉之后，然后呢，我把这个墨拆掉，把这个墨盒拆掉。放这个清洗液，把它放进去。好，同样把它盖上。好，拧结实，一定要拧结实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开机。好，我们把供电四宽改成100，先选中第一个00信息，这个信息比较大，然后呢我们确认键把四宽改成100100，好，100，然后呢把延迟改成10，延迟确定改成10，然后呢光电和同步都让它关掉，光电一把改成 off 关掉，同步也是一样off， 好，按确定。好，这样的话我们让它一直打就行，给它打印。我们光标在下面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消掉，按下返回键。好，这样情况下才能按打印，打印中，要不然让它一直在打，一直在打，自动打，让它什么时候打出来墨没有墨了，打出来都是清影液，什么时候吸管路就吸好了，让它打一会儿。什么时候打出来没有墨，打出来像清洗液那个白色的，然后什么时候是清洗好了，这样的话你又可以放一段时间了。